好久不见啊，老朋友。听说你帮我筹备婚礼，本来我还不相信呢。你有什么问题和需求，都可以尽量提出来，我们云兰会尽力满足。我喜欢什么，你应该都知道。人是会变的。尚琪，你变得更见外了。你叫我苏苏就行，我看过你简历，沪普外国语学院，我们是同校，我大你三届，现在在新闻部做编辑。师姐好，我带你参观一下。嗯，来。我们这里有编辑新闻用的高清 4K 机房，还有演播厅，旁边的就是控制区和化妆间，楼下呢是台属区，楼上还有一些小栏目的演播厅。看吧，如果你之后有时间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到每一个地方参观一下。这里就是我们新闻频道经常开会啊、策划用到的会议室，每年的招新也在这里举行。何萧然，笔试成绩不错，我们简短一点，来看一下这则新闻，说说你的看法。临近毕业季，在紧密规划未来的同时，在更多的现实难题下，校园恋情变得无比脆弱，不少人都认为体面的分手才是送给对方最好的未来。可以开始答题了，限时一分钟。每一年的毕业季，都有很多人要跟自己喜欢的人走向陌路。这么说，你毕业之后还报考过我们台，复试通过率也很高，那怎么就紧张了呢？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啊？嗨，当时就慌了呗。不过这次有机会能来培训也挺好的。对了，我们台还给外地来交流的学生提供了住宿，就在不远处的合作酒店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回家住。对啊，你是沪普人，但是加班晚了或者不想回家，有需要的话到前台报名字就可以。好。哎呀，小然，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啊？今天台里有一个外采节目，现场说少了一个设备，但是我时间排不开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送一下？好啊，那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马上给你送去。太感谢了，那我带你去拿设备。好。这个文件按我的意见改啊，就这样。嗯，过去忙吧。哎，何萧然吧？嗯。给。哎，将功就急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你们这个哎，小张，什么？你要的戏台到了啊。到时候看一看。新娘的笔触。这个方面的东西，我觉得还是找最专业的人来说吧。我相信你。放心吧。好久不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过得好吗？真是好久不见。哦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菲儿，萧然现在是我女朋友。不过时间差不多了，
我们要不要先进去？你们来这儿是？接下来录个专访，是为了云端的宣传。哦，专访是吧？那正好，我可以帮忙，一起吧。哎，慢点。没事吧？哎哎，幸好你还没走。哎，肖总，啊，陈小姐，你们认识？啊，对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何小然，刚到我们台的新闻频道，以后要多多关照。知道，苏苏的学妹嘛，当然要照顾。小然，一会儿你得帮我签个交接单。没问题。陈小姐，咱们去准备一下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新闻频道？你昨天打电话，不就是想说这件事吗？自作聪明。尚奇，节目组说先拍宣传照，他们给我准备了两身衣服，你觉得哪个比较好？让节目组决定吧。我想听你的。我觉得穿这套吧，比较显身材。帮你把拉链拉上。快要结婚了。啊，合照明轩。翔哥。太漂亮了，您不当明星。可惜了，这气质太上相太出片了。你好，你好，陈小姐，恭喜您即将步入婚姻殿堂，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和赵先生是怎么坠入爱河的？当时我在国外进修钢琴。在一次演出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紧张。有一次，他来听我的演出，然后我们就一见钟情了。他什么时候学了钢琴？不知道。听说您除了钢琴，还有很多其他爱好，比如绘画、运动，还一直坚持做公益。嗯，对，我挺喜欢这些的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陈菲儿吧？她要嫁的人是赵明轩，很多事情避重就轻吧。明白，就跟你骗我说跟他没联系一样。小然，那最后能不能和我们聊一聊这次的婚礼呢？这应该是我们观众最期待的世纪婚礼了。听说赵先生为了给您一场最完美的婚礼，还特意找来了您最好的朋友负责。我本人也很期待，是我们的共同好友。好，再一次谢谢，谢谢陈小姐，谢谢。他说的共同好友就是你吧？我可以解释啊。不用，大概清楚。小然，你别乱想。小然，陪我去卸妆好吗？现在需要我帮你什么吗？你现在挺沉得住气的，和我之前认识的何小然不太一样。三代书香世家，会弹钢琴，喜欢画画，喜欢做运动。你也让我不太认识。你还记得上大学时我们去玩陶艺吗？揉捏一通考考。上釉，就成了个还不错的花瓶。所以你就任由他们重塑你，塑造出一个云端公主的人设。至少，对我这个残次品来说，这是最好的结果。你的脸。他让我拿给你的，
这颜色也太寡淡了吧，感觉更适合你。给。我不要，他专门买给你的，还是限量版，排队才买到的。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你亲自还给他。你都说他排队才买到的，还给他，他不是更伤心？你是怕他伤心，还是怕他知道你把他当备胎，不再这么关心你了？萧然，你终于说出来了。有些话我憋很久了。你明知道他喜欢了你那么久，但是一直对他不接受也不拒绝。现在咱们快毕业了，你到底要拖他到什么时候？何萧然，你是不是一直都看不起我？对，我就是利用肖正奇拖着他。我没有靠山，我想在找到幸福之前让他一直陪着我，不行吗？你这样做太自私了。你就一次都没有利用过别人吗？难道你没有利用铁三角的关系，利用给肖尚奇当爱情军师的名号陪在他身边？你喜欢肖尚奇我早就知道了，但我不想让你们在一起，就像我也不想和他谈恋爱一样。我只希望我们铁三角三个人永远是朋友。你从来都没有把我们当成好朋友过。随便你怎么想。